前进周接下新职篮联盟执行长后，除了会在网上分享篮球大小事，也经常会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。而他31日突然在网上发文透露，妹妹生重病住院24天，终于可以出院，但因为她的肺功能还没有恢复健康，所以不太能做太喘的运动，就连上楼都要黑人背着，也让黑人有感而发，表示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背着妹妹是什么时候了。接着他也透露妹妹的病况，接下来就是要等待器官移植，状况才会有机会好转。同时他也特别感谢医疗团队们的细心照顾，还有在生病过程中帮助妹妹、帮妹妹祷告的每一位朋友。而贴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在留言底下为妹妹集气加油，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。